不修行了哈，哎，他痛了，刚好给我们机会警示身体的警示哦，修，然后从旁边过来，往下以后往旁边出去哦，哦，有没有修哦，高家哦，然后呢，一个、两个、哦，三个比较下一点点哦，有没有修，然后行。行是安怎呢？这个四字部一个撇，再一个撇长一点点的，一个短一个长哦，再下来回缩过来，从左从中间往旁边走，再往边旁边走，长一点点回缩回来，好吗？好，从这里下来，这样对不对？弯过来，有没有？下来再上去，是从这里过来哦，那再从这边右边上去，对不对？从右到左这样过来，往旁边出去，对不对？嗯。然后呢，好，我们写横画，从这里来，下来往右上写，你会发现我从中间画，哦，然后再从旁边过来，有没有？嗯。啊，如果行书是这样啊，好，从这里对不对？嗯。嗯。一样在中间，好。好，那你写的蛮好的，所以呢，你那个万年写的很漂亮哈，蛮美的，嗯，像是睡的，退不好写，这个不能写太宽，写太宽了，这个寿字旁就不好写，嗯，因为，看来哈，高家们哈，好了，往下，往旁边再出去，按重慢慢出去。哦，不能一下子。这个头摆左边一点，因为如果你摆这边太过去，所以啊摆这边过来啊，这样过来一点会比较好。君子不相来，这个按中一点点，这个、OK， 哎，这个、可以。来往上来一点点哈、哦，好，这样往右上，好。我朋友说看不到那个故，他以为我故意故弄玄虚，因为我是四月一号脱的。啊，因为固太下面了，因为那个 I G 都一点太短了啊、哦，这个还好，过来一点点哈、哦，对，齐窗前，嗯，再过来一点点，啊、哦，好，这个、OK， 但是有一点偏右哦，注意一下哈、哦，这个还好啊、哦，这个漂亮，这个漂亮，好，寒梅凿花位，位呢？为什么我这样写呢？因为王羲之是这样两个短的，然后这样下来，对不对？甚至于这个还比较短，这个还在下面，然后再拉下来，变成这样。好、哦，王维杂诗还不错，落款的写还是要把它写成这样。哦，要稍微抖没有关系，抖让它平衡。哦，没有。好，那你说，好、哦、这个章你就不能写大，它太大了。太大了，我们就是要写小才有办法平行，才有办法平衡啊。哇！就领巾呢？嗯。要写四篇。啊、哦。太厉害了。哦、要写小，太大了字就会乱掉。你说这个小啊，这里有一个空的吗？放假的时候写。对。你看真好，然后呢，我说放缩小哦，就是说它不能顶到，不要顶到，在中间就 OK 了，就会好看，好吗？差不多这么大就 OK， 写太大了以后就会让你的那个平衡啊，或者就只能这样写。窄窄的哈、哦，好，好好写，这样子，嗯，再大，再大就会跟隔壁哈、哦、互相来争。它那个是燕尾，本来就没那么明显。哎，对，它这个都没有特别把那个燕尾弄出来。嗯、因为王观哦写了很多的那个古传。但是老师是像。
写到后来要写带来要正，写以后一定要正，不可以一直写，也不要太正，这样对不对？嗯。这样到这里来。嗯。这样过来，斜斜的，然后平，这样过来推上来，到这里来，顶到这里来，有没有？嗯、哦。哎、欸，然后转很漂亮啊，格有点大啊、哦，嗯，格有点大，那格这样过来。第一个。哦，第一个都各背后。这位写比较大。你看一下哈，一二，从这里短，右上，按下来，哦，这样过来对不对？嗯。哦，然后呢，这样过来，啊，点到这里了，对，啊，听还不错了哈，嗯，你看这听的写法哈，这样先写对不对？这样过来一。二三，我就省个一画，这样过来，上面下来，往旁边来，往右边过去，啊、嗯，这样过来，斜，嗯，平到这里就可以了，啊、嗯，啊，这样过来，啊，这段是斜的，但是这有点平的感觉，嗯，这样才会好看，嗯，很漂亮，都蛮美的，这马好像大了一点点。是不是大了一点？自己有没有觉得？啊，大了哈。还是这个比较大。超。啊。超马兰台。这是去年历史的一半啊。哎、对对对对对，就是昨夜星辰的那个后半段。就变七言绝句。去年历史一半后半段。对啊，我一次教一半。你。机上说不通，要注意一下，好不好？哦、然后像这个有稍微阴，你为什么这么阴呢？怪，是水太多吗？嗯，是水太多吗？水这种纸，对啊，有可能。因为这个是926还是什么？应该不会阴啊。啊，效力更。写起来好像跟那个开门墨汁的，好像更会阴。是吗？嗯，那不会的，你是不是水多还是？水多哈、哦。你看这个，我加的水不多，但是。看起来就比较，嗯，哦，让它扁一点，啊，菱角再注意一下，一角度，比如说它站过来的时候，按一下，慢慢再过来，哦，让它有一个感觉是角，不要太圆，角度，不要圆不太对了，嗯，它就要扁，哦，靠近来一点点，这太大，嗯，还好有感。你那个什么，去跟印有接近，但是形再注意一下哈。哦。啊，形再注意一下，因为有些形跑掉了。哦。啊，基本上它压得很紧，因为像这种字本来就是压紧才会好看的。哦。所以再写扁一点，不要太扁。扁，对。然后像这个有没有？但这个不要太快。像太接近唐楷了以后，就比较没有碑味，没有碑味感觉就是那味道会不见，哦，那慢慢的这样过来。但是它这个已经慢慢接近帖了哈、哦，慢慢接近那个唐楷，所以也是像这个应该是这样，应该是这样会比较好。嗯。那这很漂亮，这个要稍微一点点出来。嗯。嗯，所以像这个写法，我是讲说，按过来哦，上去，这样上来，按下来，然后呢这样过来，下，按下来，慢慢的。其实没有说一定怎么写，但是这样如果是我们归纳一个通则起来，也就 OK 了，扁扁啊，扁扁啊那个。啊，这个注意一下啊，普。有些字很美，啊，写人写快了一点是没错。这里开始写，往右上按下来，对不对？有一点点这样带，然后下来，有一点斜嘛，这样过来也没有关系哈、哦，这样过来，然后从这里，好、哦，这样过来，对不对？
啊，过来平的，或者是有一点点斜都可以，这样也可以这样。为什么？因为它要接到这里来，啊，这样过来啊，哎，下来上去，下来一点点，从这里过来哈，从这里出去到这里，啊，一下来，啊，二三到这里来，右上按下来上去，点到这里来，然后呢，这样过来。有没有？然后再拉下来，有看到哈？这样下来，往右上啊，然后从这里过来啊，从这里上去，下来，往旁边弯下下，然后一，啊呢，你如果不会写，你回去把它影印，这影印几张，然后一直描，描到会为止，描到很熟练啊，啊呢，啊啊呢过来，啊呢哈。拉弯往旁边出去，一、二，然后呢，降下来，重，降下来啊，然后呢，呼，降过来，对不对？从这里过来，从这里上去，然后从这里下来，好，天，从这里过来，然后再从这里上去，然后从这里站直的弯过来，然后从夹角地方往下往旁边拉出去。有没有再过来哦？还在动，好不好？哎，你看这个角度是这样啊、哦。好，地这样过来上去，好、哦，不一定要那么宽了啊、哦。从这里过来，这样过来，哦，拉下来，然后再从这里过来，这样子。好，然后鹅从这里下来，从这里下啊上去，哦，也不一定那么高了哈、哦。从这里一这样就好了。鹅南，啊、哦，上过来哈、哦，点这样就好，上去，然后呢，从这里下，下，哦，啊，一、二、三，好、哦，然后呢，穷，从中间往旁边接过来哈、哦，然后这样过来，一点点下，然后在这里下。一二站过来，下一点点，然后一二三，按头啊哈，好，从这里上去过来哈，然后从这里过来上去，下来，直的站过来上去，哎，一二高架头啊哈，好，然后离开一点，哎。这样过来，下来，这样过来，这样过来，这样下，有没有？这样过来，有没有？嗯。啊，再来重，哦，这样过来，对不对？从上面写下来。我说你看你现在老师说我够了吗？重一点，好，我看。就是有力道一点，比如说这个脸，嗯，那就不好说出来。啊，不，这样你不是刚好吗？一个人雇两个，那你去年就雇一个，这样。哦，这样对不对？往下，往上，好，往下，再往旁边出去。同学再见。好。永和要带人去哦哈，不要一个人去，要绕人去哈。要特别注意，就是说你在书写的时候，哦，尾巴拉太长也不好。然后要怎么办呢？又含蓄要才有力道啊。你如果拉太长了，力道不美，这样下来对不对？看过来，按下来，好嘞哈。一二，然后这样过来，对不对？从这边过来，往下面，这样就好了。哦，哎呀，这样含蓄。如果你按太，你如果画太长了，太长了力道就跑掉了，力道跑掉不好看啊、哦。哎，好，这个塔写得很漂亮，长再注意一下。那我觉得这个比较应该注意，这个点点在这个角落，然后这样过来，对不对？这样过来，这样下来，按下来，
这样过来，折从上下来，从左到右按中一点点，然后呢从这里过来，然后下来，对不对？这边按下来，这个长哦，里面有笔画的都大部分都出来了哦，这样过来，这样过来，好。啊你说这个从这里开始画也可以，但是这偏向哪里？偏向左边来才有办法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没有偏向左边，右边按下去都太重，所以你看这个字啊、哦，这是写的有一点幼稚，但是还好，你可以这里过来，对不对？然后这样过来，往上拉长一点，回收，拉长一点回收哈、哦。然后这个轴呢，哎，鬼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这画先写，然后这样过来，这样过来。那如果是这样，当然也可以这样写的，这样写。这个再接来接这里，或者是这个先写，然后再出来。所以出去的出，再来接出书，啊，有没有？好、哦，这接到这里，那也可以这样啊。好、哦，但是这里要再接就比较麻烦。所以如果下面有字，用这个比较方便啊。如果下面没字，用这个比较好写。好，唯恐还好，可以把它写到这里来，这个会比较好一点。翰墨鱼金 ，OK 啦，雕风硕鱼，这个点太下面了，点上面一点会更好。好，那我写几个给你看来。从这里开始哈，从这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从这里过来，有没有往右上去？下来，这样过来，出去，然后再从这里过来，从这里下来，往旁边出去，哦，然后从这里下岸，这样过来，从这里下上去，然后再从这里，然后再从这里下来，好、哦，然后一、二，这样很斜哈、哦，然后这样过来上去，这样过来按了以后。这样过来哈，好，有一点转弯，这样过来，好，白书，然后点在这里，然后从这里过来，点这样上来，这样过来，对不对？一二，这样在右边来，一二，然后这样过来，出去，按了以后这样，哦，然后靠到中间来，这样过来。点回收，好、哦，尿成这样，好、哦、这样过来，好、哦，然后从这里过来，好、哦、有没有？这样好、哦、上去，啊、哦，很特殊啊，哦，所以它的笔顺就是从中间来，从旁边一直一二三左中右一直写，然后点这个包比较特殊，我用到。好几次，这样下来，然后呢，这样过来，上去，有一点往内再往外出去，这样过来，有一点纸的感觉，然后这样过来，对不对？从这里拉下来，其实我是从这里直接就下来了，啊，然后再上去哈、哦，上去，然后再从这里过来，哎，好、哦，好，站，从这里点，然后从这里过来上去。这个点可以不用点它，哦，点不用点它，不好，那个多余的没有用哈、哦，没有办法增加美感就不需要去理它哈。好、哦、啊，你说可以吗？啊，也没有什么不可以，写得漂亮就好了，谁会在意你一点一画？啊，你写不漂亮哦，人家连看都不会看的，对不对？何况说一点一画哈。哦好，再寻，看一下这样过来，然后再下来，对不对？再一竖，然后再一撇，再一横过来，这样下来，再接下来，然后这样下来，好，一二好，然后再封起来哈，好，这样过来，然后再下来，这样下，一点点，一二。然后再接到这里了，从这里出去，然后一
好、哦，然后再下来，然后往外再弯过来，好、哦，那省是中间写，然后再从这里过来接上去，上去以后接到这里来，下来，一二，然后从这里接，好、哦、啊，自己这里有没有什么不要理它，没有关系哈、哦，然后绿比较麻烦，因为绿里面的东西涂的乱七八糟。为什么乱七八糟？哎，看不到笔画啊，然后，啊啊，我们只能这样写了哈，这样过来，啊，这样看起来，我们有改造它字形啊，然后这个米往外对不对？点上去，这样过来，再接到这里来哈，好，一拉得很长哦，从这里过来，从这里进。再下来，从上面写下来，有一点点角度下来，然后这个再呼应它，再往上提，按下来，然后呢，短长，从这里过来，按就可以了。看这样，好，进来没错，往右上写点，轻轻点，这样点过来，右边写过来。从这里往右上按重，这样靠进来，哦，然后再过来，有一点这样子，好、哦，这样对不对？下来一点，拉近接近，嗯，进回，哎呀，这个回哦，回基本上它的写法哈、哦，一按落来对吧？按个 kitty， 按按。我一点点这样过来，好嘞，好嘞哈，哎呦，哎个有一点点回旋，看嘞勾下来，按着往旁边慢慢去，往下往旁边慢慢出去，看嘞，所以它应该是这样，有一点弧度啊，所以按嘞过来，按嘞，嗯，好，汉会。会有点大哈、啊，太大了一点点，这样漂亮啊。那、嗯、像这个钉这种，这一个怎么写比较好？钉它是这样过来，哦，有吧？嗯。按重。对。哦，然后这样过来，好嘞，按呢，按呢，按呢，哎，这个有一点像竖撇，但是它这里又分开，稍微有弧度，稍微有弧度，因为它本来就是有一个弧度。按来过来，按再稳了。你如果没有这样子，怎么会稳？这样才会稳了、啊。然后是横，嗯，拧大了一点点，底下大了一点点，不需要那么大。这个不需要，这个也不能太长，扁一点。然后呢，从这里下往右上斜，这样过来，好、哦。短长哈、哦，然后下轻轻上来，按重，按住过来，按住、哦。老师，请问我在临帖的时候，因为不小心就写反了，应该是十年。那我写成这样，到这里来，点，从这里出去，点，好、哦，然后从这里过来哦，上。右边出去，好、哦，可以出去。